到了嘉义的时候，原本要借我这个大规格的减光镜的朋友，我一时联系不上，所以最后呢，我只好改变构图策略，我改成用标准焦段，用50这个焦段，然后来拍摄日环食在天空中盈亏的这样的轨迹。另外呢，在构图方面，希望可以带入台湾的地方元素，所以最后呢，选择用庙宇建筑的飞檐这样的一个线条来呼应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轨迹。希望让没有到过高山上看过银河的朋友们可以理解到说，台湾的高山其实有非常非常棒的暗空条件可以去欣赏这个银河。当然在欣赏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保护它，不要制造多余的光害。其实肉眼上所看到的银河跟我这个星夜之梦的作品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只是肉眼上的银河还会比较接近于黑白一点，但依然是非常壮观的一个场景。这幅日冕的拍摄共选用日全食十胜期间总共12张不同曝光值的日全食照片进行叠合，以求内层日冕不过曝，外层日冕不过暗，且月表特征得以显现的高动态范围照片。由图中数据可见，从右上到左下每组曝光值皆为前一组曝光值的两倍，第11组即达第一组亮度的1024倍，这个倍率约为外冕跟日冕的亮度差。第12组的曝光值即为第一组的2048倍，即适合拍摄当时月表的地球照。此影像经过高动态范围处理后，可清楚见到日冕的结构，包含极区冕羽与细长的冕流，右侧有太阳的日耳。此外更可见到当时被地球微弱反光所照射的月球表面。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目的就是要记录这颗彗星掠过台中市这千年一遇的画面，而不是单纯拍摄彗星主体的细节。城市地景及彗星主体一同入境的困难度比单独拍摄彗星主体的难度更高，因为拍摄这类题材需要有好的天气及好的大气透明度，尤其在市区内常见有雾霾的干扰。很幸运在拍摄的当下能见度佳，让我能够拍到这组照片。西部的外海有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雷雨包，而这个雷雨包呢，它不停地发出很巨大的闪电，还有非常壮观的景象。同时呢，在西南边的银河呢正逐渐的落下，那当时我看到这个场景其实是非常震撼的，所以呢，我就赶紧的构图好之后呢，就不断的拍摄银河还有雷雨包。那其实从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雷雨包的云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山脚下，那因为到达山脚下的关系，所以西部的光害就造成这个云海非常漂亮的琉璃光。那所以其实这张作品里面它同时是有银河、有雷雨包、有琉璃光的这个在风景摄影中非常棒的一个元素在里面。那当然我觉得这张作品它也是非常难得的。当我看到这颗彗星的第一眼印象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亮，但是用单眼相机只要方向对，低空没有云，就可以轻易的拍摄出来。看着它拖着长长的彗尾出现在东方低空，随着时间慢慢的往上升，直到清晨曙光趁着晨曦黎明出来后逐渐消失，可以说是晨也太阳，败也太阳。因为我们知道彗星会发出光和长长的彗尾，都是因为它接近太阳时被太阳的光热才会释放出气体所导致的，而彗星本身则是由松散的冰、尘埃和小岩石构成的。彗星通常来自于非常遥远的欧特云，经过重力的牵引而朝向太阳的方向来。我们一生当中也只有一次看到它的机会，
因为下一次要见到它是要在6000多年后。当初想到这个名字，感觉在寻找云海的过程就像淘金一样，有时候需要一点运气，也需要一点知识，成功找到云浪的机会才能比较高一点哦。我享受着这个过程，珍惜途中认识的朋友，每次上山乘浪而来，踏浪而去，希望你也喜欢这组作品，就跟我一样。因为受到香本身的组织成分以及空气中的气体流动的影响，所产生出来的烟会有不同的形状或者是大小，甚至有不同成分的香也会有不一样的颜色出现。而这一张相片是我拍摄到不一样的烟所合并出来的，就像是一个主人对着他家的狗狗说着 Good dog。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礁石，但是那个礁石常常会就挤满海龟。那有些海龟他们有一些特别喜欢的位置，那就是可能他去的时候，那个还可能有藏了其他只海龟。那这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就是有一些互动，就是可能一只海龟会想要把另外一只海龟赶走，然后去就是去他喜欢的位置这样。那像我这次拍的海龟吵架，我那时候看我快笑死了，就是他其实有一只比较小，有一只比较大只的海龟，就是他已经在那个位置躺得好好的，然后他觉得很舒服。可是有一只小只的海龟想要去他那个位置，然后就是稍微就是张嘴做事要咬他，然后大只的海龟其实也是就是张嘴咬回来。那就那一瞬间我看到，然后刚好快被按下去，我也觉得蛮幸运，然后我蛮喜欢那张照片的。那蓝环章鱼在台湾主要分布在潮间带跟前进岸海域，那因为个体小，所以它并不具有渔业经济价值。那蓝环章鱼呢，它是以它的剧毒哈闻名于世的，所以我们偶尔可以在新闻媒体上哈发现到它的消息。好，那照片中的个体呢，我们是在访寮外海做调查的时候所发现的。那其实调查的当天风浪状况就并不是很好，可是因为要发现到耳报闻啸的章机会其实是并不多的，所以在船只摇晃不停，然后人又晕船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决定进行活体的拍照记录，那这样也才能留下这只个体它完美的一个身影。本次入选的毛毯章鱼就是栖息于极深海的物种，那也是台湾第一次记录到的活体照片。而我们也在台湾陆续发现更多稀有的物种，像是在小琉球发现俗称的地震鱼的出奇鱼。那这也是我为什么对黑水摄影如此着迷的原因，因为可以发现一般人无法看见的稀有物种，而此生呢，就遇见他这么一次，那离开后再也不可能见到。Thank you.
前几年在国外流行一种用强烈对比色互相撞击的双色调风格，我觉得这种效果很科幻，很有未来感。在拍摄的时候用两种颜色光源从对立方向打光，一方面可以让植物的结构更清晰，另一方面也颠覆一般对植物花卉写真的想象，就如同植物看似是随机自由的生长，但其实隐藏着颠覆我们刻板印象的工整数学规律一样。某天在台北植物园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棵构树的幼苗在夕阳余晖下闪烁着，叶片和嫩枝上面的绒毛折射了扩散正对面的阳光，在阴暗的树林内就像整株植物发出了金色的光芒，绚丽耀眼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相机可以让我观察肉眼无法捕捉的细微构造或是精彩的瞬间，也能够发现造物者如何演化出让人叹为观止的拟态或精巧的生物结构。近年来我比较专注于食虫植物及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不同的食虫植物捕虫的构造原理都不尽相同，也有着不同的血缘关系和演化的路线，每一种都非常有趣，值得我们来探究。但是台湾现在低海拔，开发与破坏极为严重，多数的原生的食虫植物都成为稀有或濒临灭绝，因此记录这些台湾原生植物就变得刻不容缓。作品的主角呢是一个叫插天山细心的植物，那它是马兜铃科细心属。这个植物也是在2009年才被命名的台湾新特有种，分布在雪山山脉北段的中海拔森林里面。那那个地方的环境气候呢是一个冷凉潮湿的气候形态，的雄蕊跟雌蕊合生成单体的构造，上半部那个像小水滴形状的是它的柱头，而下面那个一排一排的东西则是它的雄蕊。本图剖开了含苞的插天山细心，很幸运的拍到了其中一轮雄蕊先成熟开裂的状态，新鲜的花粉搭配透亮的柱头，让原本已经很精妙的构造更增添许多缤纷的色彩。观察一些昆虫，或者是讨论一些摄影知识，讨论一些新的拍法。观察一个昆虫的时候，你可以深深了解这昆虫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它要这样，还有以及它的习性跟它的特色。你可以用一般人看不到的视角来观察这个迷你的生命，这比想象中的
还要好玩。虽然你会觉得过程会觉得酸，你会觉得累，可是你看到你拍出的那个成果，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了。繁殖期大约在每年的四到七月之间。红斑水鸡宝宝是属于早熟性的幼鸟，破壳之后就可以开始行走。当红斑水鸡育雏的时候，水鸡妈妈藏在池中，轻轻地穿梭荷叶丛中，专注地为水鸡宝宝寻找可口的餐点。在另一边呢，小水鸡在等待妈妈喂食的时候，就会在荷叶上与同伴追逐嬉戏，那毛茸茸圆嘟嘟的模样真是太可爱了。鱼池的形成是每一年梅雨季节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无过鱼繁殖的时候，雄鱼为了能够顺利的繁衍下一代，会用嘴巴把河底的泥土、石头、沙子仔细的叼出去吐掉，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几次之后，最后就挖出了一个刚好可以容纳它自己和一只池鱼的凹洞。水沙子慢慢的把牙齿切片磨到只有 0.5mm 的厚度薄片，完成之后再放入水中保持它的湿润度。准备好牙齿切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偏光摄影。我们可以将牙齿的剥切片置于两个偏光镜之间，然后呢面向光源，在肉眼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彩色的画面了。通过这次的分享，我希望呢可以改变大家对于牙齿的刻板印象。对于牙技师、牙医师来讲，一颗自然牙可能更胜一颗宝石的珍贵。